3000万的转速一千怎么这么高，我靠。冷车一千多正常，冷车没有一千多啊？有啊。哦，有一千多啊。那个转角有吗？哦，转角有啊。现在是手刹吧？有吗？手刹在哪儿啊？看一下啊，哎呦呀，松了，好了，松了，刹车，刹车踩一下，我踩油门了，啊，刹车有了。那我试一下安全带。你昨天也没测过？测过了，安全带你测一下。现在都没擦吗？袋子太破了，好了吗？啊，插进去这里。哪里？对，十八。啊。插。喇叭。喇叭还没有，还没踩呢，得看一下门，你那边门。啊，对了。它是四个门都有吗？是的，四个门都有。嗯。啊，那我呢？